第三，他的连绵的一笔书，一笔草书。这一笔草书实际上在他之前就有过。张芝就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对于一笔书的一个具体的论断，但是到了王铎，他改良了。他学了二王，但是他胆大的也改良了二王。 变温文尔雅的韦静允字，而构作雄强的、连绵的、潇洒的、自私的个人风格。刚才说到一笔书的解释，唐张桓馆书段跟张野元《法书要略》当中都有过记录，但是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书段上。 他这样说的：“字字字体，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为子敬，明其声韵。”啊，这个说他这个里面说到子敬，也说到就是王献之，因为王献之的草书当中也出现了一笔书的一些迹象。 因为王献之也学了很长时间的张芝，世称一笔书者，起字张伯英，即此也。张伯英就张芝。那个《法书要录》卷二，梁于元威论书，他中间也说到：“静通又能一笔草书。” 又说到了王献之，一行一段，婉约流利，特殊天性，庆来木有记名。这个里面讲到特殊天性，我的理解是非天性，非悟性特高者，是不可讲究一笔书。所以他书写过来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名堂，没有一些具体的预先的思考。 啊，神来之笔，婉约流利，是吧？所以，我刚才演示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关于连绵草书，他在书写的时候，他是非常沉着的，他必须要有非常高的笔悟。那个张芝，后来的王献之，都是在中国书法史上秉悟很高的书家。而王铎的一笔书呢，这个恐怕。 是非常有独创性的，在他的连绵的大草书的这运用过程当中，反复的出现。我在临写的时候也非常体会到这种旋转，是吧？这种转世的微妙，跟他的魅力。他的一笔书，我想恐怕连唐朝的那个草圣怀素，他在世啊也要自愧不如。 因为我们从怀素的自序它当中看到的笔画连绵的，最多一行也不过七八个字，而王铎的狂草隶轴呢，动辄是高度是2米多，甚至有的3米到4米。一笔书写要达到十几个字，整个一个作品当中，啊，可能就有一两个地方有断变。 其他都连绵在一起，这个功夫很不得了。他必须要凭借自己高超悬殊的艺术技法，这个也是他大量临写景仁书法和古代法帖得到了这么一个高深的功夫，以线条不可思议的连续的纵深盘旋，构筑出动人心魄的一种艺术境界。 感觉到用百炼钢，而化成了绕指柔，上承下接，笔势连绵，奔腾跳跃，左通右通，它的一个纵向跟横向的那个这个穿插的运用非常高明。我们现在人到现在的书写，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很难突破。
包括我自己也确实感觉到，在书写过程当中，注意了横向就注意不到纵向。那王铎在这些方面的这种把握能力也特别强，他是纵访得意，犹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其势不可泄之。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他一些一笔书，这个是王铎在他52岁的时候临的王羲之的帖，啊，叫《保奴帖》。这个从开始一直书写，从第一行，我们看到翼后面有一个断边，到翼后面也有断边，第二行更是，是吧？几乎没有断边，就中间一个断处。所以从这张字当中，整个一个体式就感觉是连绵不断，滔滔不绝。断笔处一共也就有3到4处，这么一个大的条幅，我想这个条幅肯定也在这2-3米之上，因为王铎就善于写这个书。他这个运笔的过程当中一派天成，行与行之间虽然不匀称，但是通过落款进行调节，啊，空白之处呢，更是浑然天成，而且必是求进。他的连绵不是我们说的瞎连绵，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连绵，他必须要有极强的腕力和腰力，他那个手指是不能动。我们在书写草书的时候，手指是不能动的，所以我们在从初学的开始的时候临古帖，这个里面要有很多讲究，就是我们要指舌藏虚，它的技法的运用都在手腕的掌孔当中，才能八面出锋。我们的书写过程不能通过卷纸来体现，这样它的线条就不能遒劲。通过腕的发力，通过腕的所谓八面的出锋，是吧？各个方面的到位，而显现出技法上的那种丰富程度，以至于你才会有更多的变化。这个整个草书，我们都看到，几乎是中锋用笔，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侧锋，也在不经意当中偶尔的会出现。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一笔书的书写的一些大概的一些状况。这个一笔书呢，这个书写的时候宣纸的运用，这个长锋跟短锋就都无所谓了。然后呢，那个明朝的时候的书写呢，几乎上的笔锋也不是很长，虽然有羊毫的出现，但是呢应该说是尖毫运用的比较多。纸的运用也可以用书宣，也可以用半生半熟的宣纸，最好是不用宣，不用生宣，因为这种连绵的体式，它一笔书写的话，它的墨的含量是不够的，它会影响它的流畅性。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非常注意，既然是一笔书，它的书写我估计，据我的那个书写的一个体验，应该是在半生不熟的宣纸上进行。这边横向取势，书写过程当中
要有明显的节奏感。不是很快的一咻而咻，应该是很缓慢的，通过快慢的节奏变化来体现出它的轻重缓急跟内在的那种层次的丰富跟节奏感。这个地方王铎又基本上运用了他的有一点那种所谓的藏木的感觉，但是不明显。它一行中必定有一两个字在横向上做极大的拓展，几乎是连绵。但是我们书写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是一笔书，但是主旨之别必须分得很清楚。因为书写它毕竟是以字形为主，书法创作它要必须要在字的形架结构上产生体式，那么你就要知道哪个地方是要虚掉的。这连绵过程当中，它是放在一个不是很精益的书写的过程当中，哪些地方需要强化它关于这个字的一个主笔来强调的这么一个线条，从而体现出它这个字一个字的一个独特性和一个单体的感觉。刚才我们演示了一笔书它的那个连续的书写的一个节奏状况，那么我们再书写几个字来进一步的体会一下。腰里要发力，充分运用手腕。纵向取势，这个就连绵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运笔的一个技法跟一个节奏。王铎的书法创作，他在技法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他在用笔上呢，也体现出非常大胆的用笔的一些构想跟实践。那么上面我们说到一笔书，它第四个最主要的一个书法特征是中锋为主侧锋为辅的用笔的技法。我们在前面讲述的所谓的一笔书之技呢，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涉及到了那个中侧锋的运用。王铎行书大都是用中锋转折变化来形成的，而草书呢，它不时的以侧锋来进行调节，
来增加作品的叙事感。在王铎中册封的运用过程当中，他是不经意完成的，他是自己创作过程当中他的视觉所措所呈现出一时的灵感的一种爆发。所以我们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观看他的那个书写的那个节奏的体会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中册封的转换是非常自然的，没有刻意去营造，可能连他自己又不大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需要这样写，但是感觉告诉他，经验告诉他，这个书写过程当中必须这样来处理。他的中锋厚重凝练而不是完场，因为他有极强的书写功底。册锋精细盈媚而不是挺健，人家一般册锋的运用都会柔弱都不杀子，但是他非常挺健，相对一张互为生辉。我们现在看到是王铎的一个草书的一个长卷，气势连绵，这个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草书的长卷的一个对表作品。他是在55岁时候书写的，因为王铎在晚年非常喜欢写草书，这个里面就非常容易看到行书所留下来的痕迹，跟他草书大胆的运用从所呈现出来的中锋跟侧锋的互位的运用。这边有他一个草书，地下无巢啊，这个人这个撇就完全是在中锋调到那个捺显现出他的侧锋啊，这个面这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包括那个竹这个槽这个时转的过程当中都有侧锋的运用，都有侧锋的运用，但这个无碍于整体它的字的厚度跟线条的那个挺拔度，因为它的手腕的力度非常好。所以我们在书写那个中册锋的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是腰里发力，腕里发力，腕要灵活，腰要发力，神气贯作，是吧？一笔而成。到肩有刺，金灵狐，啊，这几个字，这个灵跟狐，这个运笔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侧锋在里边。这个过程的调整，到这边运用中锋，在这边又变成中锋，这个过来又侧锋。这个环卷抱这个点的出笔全都是侧锋，这边的远这个过去也几乎是看似线条很凝练看似中锋，实际上他也运用了侧锋，只是书写的不是很快啊，产生了中锋的效果。这个银金字旁拐过来到这边，这个所有的时转动作都是中册锋的互动已产生的一个既流动又厚重的一个现象，这个我们不可不知，一定要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去进行分析，然后通过熟练的长时间的技法的演练以达到运用自如。我们可以再演示一下，这条中锋过来也调中锋，手腕一直要动，基本是保持中锋态势，偶尔会有侧锋的出现，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侧锋的出现，
这个是赤峰。就是侧锋，这边它几乎是不用手腕产生效果，额用一下，这个又侧锋，这个再侧锋运用，到这边，它书写的过程当中，因为要考虑它的流畅性，所以古人在精研技法的同时，他不一定在创作的时候就必要用所谓平时临写的技法去完成，他是有意在制造一些笔墨的效果，所以他这个运笔的过程当中，他的侧锋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还是在强调，不要刻意去营造所谓的侧锋的书写，是在手腕的运作过程当中自然。